现在一般党说看守内阁是重大的政策不要做，重大的人事不要发布，这才是看守内阁嘛。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现在到520之间，照理说这个政府应该就是过渡的政府，结果现在不是啊，从陈建仁一降，几乎每一个都跳出来，就变成战狼啊。以前不是，现在就变成战狼，就为什么？大家是其实是不了解的、不懂的。我在立法院这么多年，我看了多少的行政院的官员面临到520的时候，我在猜呀、啊，我在想啊，是不是他们都有那种520之后被换掉的一种焦虑症候群啊？所以拼命的现在求表现，怎么样表现呢？那就是要跟这个在野党立委兄妹啊骂得越大声，他的声量越大，他可能被赖清德看到了，以后可以重用。我们真的也奉劝了、啊、这个赖清德，以后在挑内阁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那个战狼式的这些人都不要用了。真的，现在你在国会是少数，你越用只会越糟糕啊。这个，所以我真的看的是蛮感慨的啦。这个520四年就一次嘛，哈、哦，怎么这一次那种焦虑症候群这么的严重？真的怕没有官可以做吗？啊、哦，没有官可以做，还是很多事情可以为社会来努力来报效这个国家嘛，哈、哦。那至于你说王必胜有没有再继续连任，再继续有官做，我们看嘛。哦，他也是另外一批战狼啊！哦，他现在拼命表现。那在反正他们执政嘛，执政有的就是位置，有的就是资源，他可以分到好的位置，这个就看嘛，我们继续看。我觉得因为520要到了啊，很多的阁员都很希望续留。那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一个专业的背景的话，你可能就在政治语言上来做一个个人舞台上一个发挥。我想我们的管主委应该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啊。昨天历经了这么多委员想要问他真正发生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你很显然并没有把很多的事实厘定清楚。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不断用认知若战这四个字来掩饰大家对于事实真相的一个厘清啊。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可能管委员必须要在这个整个的事情的这个厘清的状况之下给全民一个交代，否则呢永远告诉大家是要捍卫海巡组的兄弟，但是这样真的是捍卫海巡组的兄弟吗？我们真的要画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而且一直很认知作战，是不是只是徒增让两岸之间今夏海域的风险在继续升？对，我想连美国、哦、就对于今天这个金门的事件、哦、都发出了一个警讯，很怕大家擦枪走火，所以这时候大家更是应该冷静的坐下来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但是历经这么多次的沟通协调，显然还没有一个结论，反而因为立法院的这一番大家的唇枪舌战，让整个情势又变得很紧张了。我觉得这对两岸的和平的关系来说，对问题的解决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的。
我想哦，数位身份证其实是蛮多人的期待。第一个呢，我们希望透过数位身份证，它是可以更去守护国人的资安，然后呢，去防堵哈、防堵相关的诈骗。因为我纸本的身份证在各式各样的传递过程当中，它当然更容易有资讯的外泄跟外流。但现在包含是电子签章，或者是说相关的科技，其实都如果做得好的话，都更能够守护我们国人的资讯安全。可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到的是国人的资安不断的在外流、在外泄，而像是数位身份证这样子的规划，过去雷声大，但现在不仅雨点小，还变成是全民要买单。甚至这个数位身份证的案子呢，过去该宣传的、发包的媒体预算都出去了，我们花了好大的劲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甚至还变成是要2亿多人民要付纳税钱、纳税人要付这样子的一个经费。那我觉得非常错误而且失败的政策，这么大型的政策方向今天失败了，那应该要有人出来负责，要有人出来对社会大众表示歉意。好，来，部长，就请请教一下那个十亿身份证的部分，现在说是治安问题，那到底是出在哪里？问题？不是那个卡片本身的问题，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民间的朋友是说，在各自互相交换，在政府机关互相交换的后端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并不是卡片，而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像 T Road 的这些事情。那民间认为说，也包含宪法法庭也认为说，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机关来监督这个后端资料的使用。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已经提出了，就是国发会提出了个资法的修法，那接下来就会在立法院的支持之下会成立独立的个资专责机关。所以10亿元是真的吗？厂商求的。那个的前提是说，如果就是个资独立专责机关认为说，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继续推等等。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是，个资专责机关来看，我们数位部来做的像 T Row 啊、零信任啊等等这些做法，那一直到个资的专责机关觉得是 OK 之后，那这样子不管用什么方式，多元的身份认证要推动不推动等等，可能就是由独立的机关来进行审议，所以还是有推动的，这个未来还是可能在重启，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卡片本身的资安是一回事，其实这个是大家比较不担心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这张卡片如果推出了之后，会让搜集个资变得更容易，那搜集之后处理跟利用的这个个资是不是能够确保大家个资的安全呢？我们在资安上当然有所贡献，但是个资的利用按照个资法也需要一个独立的机关，这样。谢谢，这样可以吗？这个十亿元绝对不会全民买单。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个资会的判断是要由独立的个资机关来做进行判断。那我们在数位部的工作就是确保包含 T Row、零信任等等这些技术，能够赢取这个未来独立个资会的信任。好，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要开会。数位身份证赔10亿，派政府谁要负责？从2019到2020两年间，行政单位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导致现在国家面临10几亿的损失。赖清德为何他推出来的政策无法执行，又造成我们国库这么大的一个损失？所谓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赖清德，你不用负责吗？